我看评论区有让我吃一下潮汕的虾枣，怎么广东美食这么多呢？买了潮汕虾枣，这个需要油炸，烧烤也行，火锅也行，就是丸子呗，有点像那个撒尿牛丸。配料表：甲鱼肉，甲鱼肉，这用的是甲鱼吗？就是那个甲鱼肉，还有猪肥膘、虾仁肉。What？ 虾仁。OK， 我们就炸一炸，好吧，炸一炸，尝一尝，还是你们懂啊。一炸变大了，这是不是丸子？很香啊，这个炸完以后很香。来一口，呵，挺好吃，外边是脆的，里边是软的，好吃。好喝，有点烫，其他都还好。哎，它这个虾呢，你能看到它不是整块的虾，它就是有一点点。啊，这个多，看虾了没？好喝，好喝，这个烹调的很好，大家可以尝一下，搜一下，好吃。